观众请大家好，欢迎收看李伟切哥公司暗时新闻，我是龚阿文。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消息。华兴航空空难以外，即马确定已经有31个人不幸罹难，其中有7个人的身份到今也未查出来。第一届华兴航空空难罹难的旅客的家属，今仔是已经到台湾来处理后事。三年前，高雄六一一水灾冲派桃园复兴里12号的遗体，民众提出国家赔偿。先开始来关心的，就是复兴航空飞行机失事，到今已经超过30点钟。今麦所知影是有31人不幸罹难，12个人受伤。和外界更加着急的是，还有12人到今是下落不明。加上今仔是天气寒，又搁落雨，水下能见度嘛不好。啊，不过救援人员是真拍拼，将搜救的范围扩大去，还搁找较淡水河的出海口，都是希望有奇迹会当出现。大型吊车来个复兴航空失事班机的尾端来吊起来，会当看到这飞行机是弄个脆狗狗，这嘛代表飞行机弄到地面的力量是真大。吊车是真注意个，放起哩拖拉库面顶，被送去飞行单位来了解失事原因。另外一边，军方的铺门吊车嘛，真注意来个弄入去河底的飞行机室来拖出来。因为昨天拖吊上来，机尾的部分因为比较完整，机头的部分基本上都几乎整个脆掉了。那现在。看起来机翼的部分，我们还会有一部分还要再做寻找。目前还有河面上，只要是飞机的相关的物件，由新北市政府跟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来协助把物件交给化验小组。虽然空难已经过了黄金的24点钟，不过所谓救援人员是无放弃希望。5号透早因为大雨，救援一度来暂停。不过透早8点是恢复救援，抢水人员嘛全副的装备落水，要来找失踪者。不过这天气无好，不但是天气寒，水下能见度嘛无好，抢水人员只能用手来找水，佮加上这水流是真急，水下的搜救进度是受到阻拦。能见度不好嘛，那每个人都是一手抓的，空气就是这样。跑去播嘛。不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5号透早发布的数据，31死、15伤、12人失踪，一直到暗时还是无来改变。这搜救一直无进展。12名失踪者的家属，因的心是吊在半空中。这罹难者家属嘛，真悲伤，来到失事地点来引魂。救援单位嘛，特别向下游来找找，特别联络空军以及空勤总队的直升机来出动，因为空中来找找可能的目标，并且伫个加人河内底来设网啊，并且海巡署人员嘛伫个淡水河的下游以及出海口来找找，希望能把握到黄金救援72点钟来找到失踪者。记者张志雄、刘汉林、吴家宝台北报道。咱所看到的是这里是进行，即马时间已经超过 AM 六点半，天早就已经暗啊。啊，这救援人员也搁伫这失事现场继续地找找失踪者。即马刚有详细的发展，要看现场详细的进行。连锁记者曹彦君。好的，主播，各位观众，持续带您来关心复兴航空空难事故现场最新消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而且军方有派出人力来整理现场。目前飞机的残骸都几乎要被清空了，但是大家最关心的还是12名失踪乘客的下落。不过很遗憾的，从昨天开始到目前为止，救难人员还是没有找到这失踪的12个人。我们来听听台北市消防局的稍早说法。当昨天发生事故的时候，它的水流是很湍急的，所以有可能民众被抛出机外以后呢，就沿着水流冲到下游去了。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现在的河面的温度啊，其实非常的冷。那我们的潜水人员下去河域之后呢，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就必须要上岸进行替换。那这个都是我们目前搜救困难的原因。那目前天色变暗啊，所以气温也跟着降低了，所以现在搜救行动变得更加的困难。水面下搜救行动在6点的时候已经告一个段落，而水面上的搜救船还是会持续的作业到12点，希望可以尽快的来找回这失踪的12名乘客。以上现场最新情况，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咱多谢燕俊委员所带来详细的消息。即届即啊空安的意外嘛，已经造成31人不幸罹难。即马检察官嘛已经完成遗体的送检，啊，不过有7个遗体的身份不明，啊，受伤的乘客大部分也搁伫病院治疗。曼谷总统下晡有哪去看受伤的民众？强调讲已经要求行政院要全面检讨为安。航空坠机已经带走31条宝贵的生命，罹难者的遗体在送往殡仪馆了后，检察官李查已经透明做监视，已经完成所有遗体消验，还有身份的确认。要身份上的一个鉴定来讲的话，那个我们的这个大陆的客人这个部分的话，稍微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们入境之前通常通关，他们都要拿印指纹。这场空难事故嘛，造成15个旅客受伤，目前还搁在病院接受治疗。总统马英九下晡到病房来探望伤者，伊表示，复兴航空无到半年，接连续发生2次空难，已经要求行政院要全面来检讨回案。该就责的就要就责。该处分的就要处分，政府也必须要进一步强化我国的飞航安全。目前包括三种国泰阿哥联航北业中航疫区拢有伤者，其中一个姓黄的大陆旅客因为真侪所在受伤，阿哥骨头折掉，阿哥咧加护病房观察。客停车司机阿哥女乘客病情已经稳定，阿哥昨暗每一个人是拢困无好，都是创伤后的症候群。我想一个人受到这么大的一个创伤，那应该是心理上 mental 方面的恢复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透过空难事件活下来的伤者，除了面对身体伤痛治疗，未来也要加强心理创伤的修复。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救援人员是伫今仔日饭店底下机头来找到罹难的正副驾驶。正驾驶廖建忠的爸爸伫飞行机失事了，就赶紧对南投赶到台北，唔忙讲会当等到好消息，想袂到等到依然是一个正伤心的结果。救援人员为最终将失事班机调起来，严重变形的驾驶舱内底，找到两个乘客航空失控的遗体，确定正副机长两个人罹难。根据民航局资料，42岁正驾驶廖建忠，飞行时速4914.5，副驾驶刘祖忠，45岁，飞行时速6922.5，两个人拢是飞行记录真好的执勤员工。正驾驶廖建忠的老爸知影空难消息，就为南投赶来台北，等待救援结果。啊，不过伫半暝，飞行机向海上翻，确认后生罹难，伊的希望嘛拢无啊。飞行专家表示，政府机长在起飞了后，就面对飞行机失去动力状况。因撇开内湖、南港人较侪所在，在滑落去之前已经尽上大努力。松山机场是非常高难度的机场，因为机场的周边通通都是大部分的楼房跟人口的稠密区。南投出事的廖建忠，台湾大学了后，才考飞行军官，应该去学英文。第二2008年退休了后，考到华航，所以才去飞行服务。飞行记录真好，这摆拄到空难意外，廖建忠在最后关头，也是拍拼将飞行机飞去吉隆坡，撇开人侪建筑区域。朋友在脸书替成立粉丝团，感谢用专业将伤害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南湖的这个这个空难虽然有15名旅客真好运会当逃生，啊，不过其中有几个人伤势真严重，也搁伫加护病房内面，也搁有旅客真正伫这鬼门关头前惊一撮了后，情绪无稳定。在空难的生死交关，有十位旅客幸运的活落来，其中台湾民众林明威，则是一家三口罩拢伫飞机顶头，当意外发生时，已经救起来，才发现后生肚子，赶紧替伊做 CPR， 才总算救回了一命。看到找到小朋友，他就钉在水里，然后是脚露出来，然后我哥一手把他拉起来，赶快马，然后把口中的泥巴先吐出来，然后马上做心肺 CPR， 来把我侄子救回来。刚刚为搬来飞行机造出来空服人员吴静雅，身体正受到剧烈弄伤，出现肺部受伤，骨折可能影响喘气，状况非常危险。经过紧急治疗，生命总算稳定，暗个心情衰低，不得病况。黄小姐她因为她是机组人员，所以她相对来讲情绪是比较激动，她对于这个事件的发生她可能感受到非常的深。还有一个71岁老条辉上病院急救的时候，因为主动没破气，还有出血性休克，不有生命危险，在经过手术才救回来一命。老条辉当年在金门做妇产科医生，金门馆长跟专工来台来个看，他对金门乡亲也很照顾，所以我想说，这是也是他的福报，不幸中的大幸。
那刘医师有没有跟您说什么？很感恩，很感恩。经过空难，稍搁伫个鬼门关进前行一转，经过病院抢救，目前真侪重伤的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不过还是爱伫个病院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消息依然是和飞安有关系，这是今天的中午12点40分，有一架德安航空飞这个啊，对这台东要飞红头树的这个小飞轮机，在这红头树的机场要降落时阵，差一下骨出抛到落到海里，好加载的这个高速员随把这个飞轮机的机头扭起来，并安飞到等于台东机场。在南屿的情况是怎样？就降落的时候蛇形，然后马上拉起。啊，后来台东哎，好像不能降落吧？这上面又浮起四德安航空表示，公司班飞轮机因为在红头树机场降落时阵拄着正头的侧风，造成这飞轮机船啊刷过啊皮轮受损害，所以伫要降落台东机场的时阵，有那伫这空中啊细菌啊人和这塔台甲这地面人员确认讲无故障，卡来降落。继续要来关心的，尤原是这回乡空难相关的消息。这台北市都高文特今仔会再去看这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对着这届的坠机意外，讲是第一届降落在这和平顶关，有那乎台北市政府知影着讲这水门真正是伤过矮，阿便会来改进。啊，高文特来讲着这届罹难的这个家属，搁卡是真正是感动，加这话拢讲袂出来，伊讲感谢因的拼命，和台北市损害会当感觉上低哦。说那个驾驶还是尽力的。讲到顺吉的政府驾驶，台北市长柯文哲真艰苦，话差一点啊讲袂落去。复兴航空空难计工，柯文哲是透早就去视察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并且对失事班机并无去弄着民厝，也是附近的建物，是直接跋落基隆河，大大减少损害，相当感谢驾驶员。因为那个飞机翼有插到那个环洞，你想想看，如果他当时是坠毁在环洞，哦，整个大动脉就动断掉一条。还有一点哦，它离那个高压电线只差50公尺。如果当时是少断那个话，整个大台北一半的电会停掉。另外，这个意外发生在和平顶馆，好在水门的跨度不高，恐惊阻碍大型吊车机具延缓救援的时间。柯文哲表示，未来估计要留几个较宽的水门方便救灾。使用700吨的吊车，这是昨天第一次遇到，所以我也跟公务局长在讨论哦，整个在河堤内啊，将来还是有可能会用大型吊具，所以那个比较宽的水门恐怕要预留几个。您前行埃及里，一鞠躬。这场空难带走31条宝贵的性命，柯文哲马去宜宾的罹难者临时灵堂，向家属表达慰问。看到家属的目屎，柯文哲目睭也红啊。医生出身的柯文哲面对死亡的议题，可能是无生分，但不过对空难意外死角，刚毅木讷的柯文哲也是真伤心。记者综合报道。相关消息，咱稍等继续来了解。先来看是这高雄的桃园的复兴里啊，伫个几啊年前的611的水灾，是因为溪埔来积了伤济，这土沙甲石头，溪水船冲歹，甲损害12间的这民众的徛家，民众是来质疑讲是过去的疏浚工程无效率所造成的，要求高雄市政府爱赔偿。有那几啊届的定情拢无要插面，所以船啊提起国家赔偿，今日国会案正式开庭。桃园区复兴里面在高雄地方法院门口也布条画口号，为家己加油，希望第一摆开庭的国赔案能顺利行刑一个公道。他们要的不多了，就是他们房子既然都已经摧毁了，也没有了，那有的根本都拿不到里面的一毛钱，跟甚至衣物。有的本来要穿原住民衣服啊，今天说他说我的衣服都被冲走了。复兴里的关山口十二号平台被大水冲走，或者损害。国民政府2009年瓦拉克洪灾将提层断管，包括高雄市政府在内水利单位无确实来受损。接地数两年后的6月11号大水冲入部落，真正近一年得不到相关单位赔偿，只好在去年正式提出国赔。半个部落被这个河流土石流冲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觉得这个国家机关对于事件的反省能力非常的不足，那所以我们这个案子，我们基本上提了四个被告机关。水土保持局、屏东联合管理处、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甲桃园区公所拢是被告。高雄市政府表示尊重，暗过强调，那一水灾不是真好。为请高雄市的水保技师工会鉴定，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溪的上游新旧的崩塌的土石量太大了，他们估计的结果大概有540万立方。水灾发生已经三年多，厝被冲害去的居民也是无家可归。市政府表示已经找企业捐钱，正透过慈善团体为因来起厝。不过居民认为，因损失还有文化财，以及三年多流离失所的日子，48位总共要求赔偿3400多万。记者综合报道。第一次在后乡空难的事件里面有31个人是在中国观光客，现在确定罹难的是有18个，有3个人受伤，还有当时有哪有人来失踪。今天这罹难者的家属有哪赶来到台湾，每一个人心情都很坏，只是想要说看是不是可以赶紧来找到亲人。中国这边海协会有哪派人来到三港处理。好，大家退，大家退多一点，保留一点空间来。复兴航空空难，机长的人客有两团是来自厦门的陆客团，拢总31个人。厦门的官员以及旅行社人员就透早就坐飞机来台湾了解状况。陆客团的家属也分别来台湾处理亲人的后事。在其民宿的协助通关之下，有几个人就到桃园机场，拢艰苦到目屎流袂停。有没有希望说怎么样的处理？你们会比较？我们现在还有亲人没找到，希望是尽快找到。希望尽快找到是吧？接到飞机，陆客罹难的家属在海基会引导之下，马上赶去宜宾的复兴空难灵堂，家属每一个人心情拢真悲伤，话嘛拢讲不出来，大家干那想要赶紧看到亲人的遗体。为了协助处理空难所来问题，大陆海协会副秘书长以及随团的成员，马德国和安波赶来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宗盛是表示，第一时间已经跟海协会长陈德明联络，会协助处理善后的工作。那遗体现在是归入了？啊，这部分我们会跟家属这边尊重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意见，我会做好服务的工作。根据民航局和雄心的统计，机场拢总有58个人，机场有31个人是旅客，目前已经确定有18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记者综合报道。主本电工在拜六在金门所举行的王帝会嘛，因为这个复兴航空的空难，造成飞行机顶管21名这旅客伤亡，加上这中国因家己所设定的这两岸新的航路基地，双方也阁无充分的共识，所以陆委会下晡来正式宣布讲停止阮的行程，要来延期。农委会气候才正式宣布，本礼拜六王定辉伫金门2天一暝行程，想要到后团出了变化，因为复兴航空发生空难，机上21名旅客伤亡，张志军确定取消来台行程。农委会也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张志军行程将要延期。现在陆方他认为说，因为有复兴航空空难的事件，所以呢，他们也认为说，那应该延后这个会议的举行。陆委会表示，根据原本的行程，张志军预定7号下晡1:30到金门，下晡3点举行第三摆王定辉，并且针对大陆卫星、海峡中线 M503 航线、金门江水、本溯海漂这基地，以及会贸协议、科学经济合作、两岸两会合作办事机关这基地会商。不过，因双方考虑到复兴航空发生空难，两岸拢需要全力处理相关善后，加上 M503 新航路基地，双方拢还未达成充分的共识，所以决定。M503 等4条航线议题涉及飞航安全，在未经我方同意下大陆片面公告，已经引发台湾社会强烈反弹，目前两岸沟通正在进行当中，尚未有积极的进展，也认为还需要有较多的时间来进行讨论。张志军什么时阵会来？陆委会讲是要看双方后续沟通情形，佮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复兴航空去年7月这片有空难，造成48人不幸罹难，到达飞安回调查拢还未出来，又阁发生重大空难。复兴航空成立以来，这有哪是因这间公司第四件造成伤亡的空难咯？机身削甲脆鼓鼓，嘛削破一个一个罹难者的家庭。复兴航空4号对了吉隆河，真侪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哪会阁是复兴？去年7月23日的风台梅，被乌林镇的西溪村熊熊嘣一声，同款是 ATR-72 的飞机，就安尼落地的厝顶管，造成48人罹难，10个人受伤。到即马失事的原因，飞安会搁咧调查。不过唔了即届，复兴的飞安事件，佮有真侪互人袂当袂记住。
发动机的内底烧成安呢？101年五月二号，复兴松山飞马江的 ATR 班机熊熊火烧，飞回来是高失速，好加在72的乘客拢平安。飞扬会成立以来，复兴航空的事故记录都已经有够惊，驾驶舱高温发动机火烧，发生的是弄掉电火条啊，加时间车。民国91年，阁有一架货机涉在马江的外海，造成两个驾驶失踪。飞机遇到严重的疾病，飞行员煞无正确来处置，让飞机坠落大海，好到的拢是脆糊糊的残骸，两个驾驶到即马拢找袂到。时间阁向前游，民国94年，复兴阁伫个桃园的孤山弄山，造成四个机组员罹难，一直发生的飞安事件，恐惊管理的高层出面会阁较侪失礼，嘛无法度抹掉一挂伤痛的记录。记者林振如、郭俊林台北报道。即个即复兴的空难，即个啊，可能去买跋雷机的人，好进前有弄到桥面的画面。有阮阿明即国外的飞安专家来分析即个过程，因为讲即正驾驶伫即引擎失去动力的时阵，也阁尽全力闪开大楼，卡跋雷即个人好，不造成更加大的灾难，真正正厉害。全球飞行史上真少看到坠机影像震撼了国际。媒体纷纷以重要篇幅来报道，这架机龄也阁真少年的乌贼 ATR 七机型飞行机，为台北松山机场起飞无偌久，机长就发出了引擎故障的求救信号。Right engine appears to still be spinning, but the left appears to be feathered in the air, and the engine probably is not spinning on the left-hand side. But at this point, they're looking to try and clear the obstacles, not run into these apartment buildings, and just a moment's inattention at that slow airspeed with an engine out leads to disaster.離陸するまでは本当の離陸をするまでは操縦可能な状態で上がっていったどこかの段階で推力を失って速度がなくて飛行機がコントロールすることがほとんど不能になった特にエンジン系統にもしかしたら重大な不具合があったことは想像できる专家一个一个分析画面，因为两个普罗佩拉无同步运作，左边失去动力，正边也出了问题。引擎这个时阵通常会进入自动飞行状态，啊，不过机师可能转为手动，避免机身弄到建筑物，最后转向对峙湖中，正确选择救了15名生还者性命。If they had to crash someplace, the river was probably the safest in the middle of a very populous city. 因为去年马航 MH370 客机失踪，到即马拢找无回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CAO 4号召开会议，建议实施新的安全标准，每隔15分钟追踪商用飞行机的位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现在刚才伊在调查一场捷运 BOT 的重灾案。林鼎正交通部长林林三加前高铁局长何元轩，甲9亿7千万的这契约保证金退予违约的德标的公司长兴国际开发，造成国家的重大损失。今仔通过了弹劾案，将两个人送去甲工程会要做处理。啊，即马伫台中市做副市长的林林三，相当出分坑率，今仔爱予人贴一落，啊，伊是发完后表示讲伊会亲自。到这个相关的单位去做说明，这是大多是上新的消息。所以来看这美国，在美国纽约发生这通勤火车弄到轿车意外，造成64伤。即马事故现场已经清理了，调查人员是继续在现场在搜证，估计要一年时间才当完成事故调查报告。轿车将小角加上国际轿车拖走，这台由49岁女驾驶布罗迪所开车。在当地时间拜日暗时，弄到大都会北方铁路公司的通勤列车，引发这间公司32年来最严重的意外事故。根据警方和调查人员的初步调查，意外发生时，列车当加速到每点钟93公里，轿车则是准备通过平交道，无拄好为哪拄好放落来，拍到车尾。女驾驶落车看，搁登去车内时，都叫被副检索列车弄到。轿车将弄到300公尺外，女驾驶遭未顾当场死亡。弄到迄当时造成一段122公尺的电气化轨道插起来，烫过列车的第一只车厢，弄到了真大，让轿车爆炸引发大火，佮造成列车顶头五个旅客死亡。
包括列车司机、化学工程家范德卡、加拿大国会艺术数学家李德克这些人，另外够12人受伤送病院。Lot of yelling, lot of screaming。目前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人在曼哈顿30公里的事故现场进行搜证，预计5到7天会完成。不过完整事故调查报告要一年了后才会出来。事实上，出台一个大都会八方铁路过去安全记录并不好，进前短短一年内底连续出代志，造成6个人死亡，受到严格监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了天气，即今仔下午到明仔载，因为受到寒流影响，各地温度拢是明显来偏低。在北部、甲东半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有低降雨，其他所在是好天。详细温度，做伙来了解。在北部地区，即家人台北甲桃园落雨机会，温度是8度到15度。在中部地区是这份温度是9度，在南部地区温度是12度到19度。来看是南部地区拢落雨机会，温度是11度到12度。在外地朋友去问妈祖，温度是7度到15度。以上是今天的暗时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新闻最后带你来看这失事办记现场，同时我们要向罹难者的家属来致哀。感谢乡亲收看今天的暗时新闻，咱再会。用了双北的消防人员，还有国军，还有民间团体，总共33艘的船艇。有关水下作业大队带着生命探测器及这个水下摄影机，继续协助搜寻残骸及失踪人员。要身份上的一个鉴定来讲的话，因为他们入境之前通常通关，那他们都要拿印指纹。我个人认为就是铅比较应该有利了，因为这边纯粹住宅区啊住的人多。一般来讲，旅客在报名对于这个那个进出点还有航班的起飞时间都是很在意的，所以说有报团说是这个回程的时间有被更改，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可能的。那这个方面你们有待跟那个厦门旅游集团去做查证。忘字吗？请写出北风凛冽的凛，请作答。很难呢、欸，笑什么？笑什么？干什么？好像没有错吧？歌剧魅影的魅。哎，你早讲嘛！你先讲。搬家喽！一掷千金，为了迎接寒假，成人版自2月份起，每个礼拜四晚上9点播出。赶快揪亲朋好友一起来领略中华文字之美哦！Yours is still the same, except the mask is. So we're all your friends. That's it. I'm not working with a lunatic. Masks.